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开始演讲《楞严经》，今仔日呢已经进入了第十七天咯，请大家拍开经文吼，佛祖演讲咯。阿难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所言，不见类故，不知心类，身心相知。不相离故，不在心外，我今思维，离在一处啊！忽言，此今何哉？阿难言，除了知心，既不坠雷，而能见外，如我思春，正复近来。那这段简单讲，就是阿难尊者呢。一个执着心伫身躯内底，获得破掉了后，伊阁执着讲心呢伫外口，伊阁被获得甲破除了后呢，阿难想想讲，无心呢，就正好伫我目睭内底啦。哦，这阿难真正有够高追啊！伊也无呢，伊伫演话当中呢，咱因能了解着呢，心在哪里啊？最后就是呢。佛陀甲逼阿难尊者，逼到尾最后呢，阿难尊见到伊自性了。来，咱先甲这白话解释一遍哈，咱就了解咯。阿难尊者向佛陀说：“世尊啊，如佛陀你所说呢，心灵不能见到身内之物，所以我人的心灵唔是居住在身体内底。”心看心，又是相知而不相离的因果，所以心灵不是在身体之外。我现在心内思维啊，已经明白心灵是在一个处所。佛陀听完了而说：“哦，你明白心灵处在何处呢？”阿难尊者说：“这个了知的心。”既然不能了知身内之物啊，但是却能看见身外之物。以我所想啊，心灵是正伏在眼睛器官内底啊。好、哦，一直看有无？这无介困难吼、哦。这意思就是讲，阿难尊者呢向释迦牟尼一直讲啦，讲世尊啊，世尊啊。如果那依照世尊你所讲为者呢，讲心灵不能啊，见到这个身体内底所有物件，所以呢，我人的心灵唔是居住呢，伫身躯的内底呀。哦，那么如果呢，身躯感这心灵呢，如果是能相知，而同时呢，并无互相离开的现象，所以心灵当然嘛唔是离。身躯的外口啊，吼、哦，讲的是真对哦。那么阿难尊者讲到这来，伊就讲话啊，现在我内心的思维，甲想想起来呢，我已经明白一道嘢啦。那么佛陀，就甲问我，既然你讲知影是道位，无呢，心是道位啊，你讲看卖咧呢？哦，那么阿难尊者呢，未得记忆就丢啦。伊讲哦，这个了知哦，能分别的这条心呢，既然无伫身躯内底啦，但是确能看到外口种种的境界呢，因呢，以我所想呢，心灵就正伏伫咱的目睭的内底啦。哎，对唔对啊？对唔对？慢些评论呢，来互佛祖讲较准呢。来注意，来看经文啊。
看阿兰尊者咧，伊用啥物批论？即款批论是有对当无？有正确无？来看阿兰尊者按照批论咧，犹如有人呐、啊，出琉璃瓦，合于两眼，虽有不合，而不流外，毕竟随见，随即分别。人我隔了灵知之心，不见内者，未在坚固，分明足外，无障碍者，正见内者。那么咱这是文言文呐、啊，咱讲做白话呢，你就不难明白啦。来注意看哦，就亲像有人啊，出了透明的琉璃目镜。合在伊个两眼，伊双眼虽然有这物品合住呢，但是未妨碍着伊个视线。伊个目睭啊，随时看见外物的时阵，那么伊个心也会随时呢会起分别。可见我会隔了灵体的心灵，不能看见心内之物，是因为心在眼睛的缘故啊。现在能分别看到身外之物，而视线无有障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心灵正伏在眼睛之内的缘故。哦，阿兰尊者呢，因甲佛陀做出这个批论呐、啊，伊这意思简单讲，就譬如讲，这有人呢，将这个琉璃透明的目镜，哦，这个碗呢。啊，通过咱这食饭的碗迄个意思啦，但是这所在爱做琉璃目镜来比论，什么目镜透明的啊？伊讲将这琉璃的目镜呢，甲挂伫咧目睭头前，像咧挂目镜共款甲挂咧。伊讲双眼虽然有这个琉璃的目镜挂掉呢，但是未妨害着伊视线，会看会穿过啊。所以伊目睭呢，能随时呢看伫外口的。一种种景色啊，那么同时，伊心脉随时随地呢，会起分别，啊，可见呢，我会隔了灵体的心呢，哦，伊不能看见心内的物件，是因为我的心，哦，也就是讲我的心呢，在这里眼睛的缘故啦。阿兰尊者是足聪明，你甲讲啊，讲现在，哦，这个、灵分别。看是身外之物呢，伊视线无障碍。啊，那讲起来呢，实在我的心是正伏伫我目睭内底咧。哦，这可见阿兰尊者不止系变呢，哦，不止系变啦，用心哦，伫这目睭的内底，就譬如讲这透明的琉璃目镜呢，合在这两眼呢，就挂目镜咧挂咧。啊、哦，对着外口呢来讲呢。看物件当然无障碍啊，啊对内底来看呢，就产生有障碍。这原因就是因为心哦，伫我目睭的内底，我都看外，不能看内啦。伊用意在这所在，对唔对呢？来，来看释迦牟尼佛如何破掉阿兰尊者这款有个错误的思想的想法呢？来，大家拍开楞严经经文啊，佛祖因讲咯。佛告阿难，如你所言呐、啊，正金内者犹如琉璃，彼人同以琉璃龙眼，当见三河，见琉璃河，如是世尊，世人同以琉璃龙眼，是见琉璃。那么安尼讲一遍呐、啊，咱无一定了解，来咱讲做白话哦，来看好。佛陀对阿兰尊者说：“照你所说的心灵，是正伏在眼睛内的说法呢，犹如这个目镜一样啊。那么我现在问你啊，如果那个人当伊用琉璃目镜笼罩在这个目睭的时候，应该是会看到三河大地，但是能看到琉璃目镜吗？”阿兰尊者回答说：“是啊，世尊，这人当伊用琉璃目镜
拢照着伊个目睭个时候，实在也能看到琉璃啦。安尼有问题无啊？有问题无问题呢？咱看释迦牟尼如何甲阿难尊者甲破掉，来去看好，去看好。不过阿难内心欲动琉璃合者，中见山河，何不见金呢？欲见眼者，眼即动静，不得生水；若不能见，因何誓言出了敌心，正在金内，如琉璃合合，是故应知念言隔了灵知之心，正合金内，如琉璃合，无有是处啊！吼，就个破掉伊啊！那么如何破呢？来，咱讲出白话文哦，来看好。佛陀对阿难尊者说：“你的心正伏在眼睛的内底，如果就亲像目睭被琉璃的目镜覆盖住，那么心灵当然能看到三河大地，但是为什么不能看见目睭呢？”如果心灵看到目睭的位置，那么你的眼睛就等于所看见的外境了，就不能成为灵见的目睭，而随着心灵分别咯。如果心不能见到目睭的位置，为什么说出了了知的心呢？正伏在眼睛之内呢？就好像琉璃目镜合眼一样啊。因此之故，你要明白，你所说隔了灵知之心呢，是正伏在眼睛内底，好亲像琉璃目镜合在目睭同款，是无有这个道理啦。这有看到无啊？吼，佛陀破了个地啊！阿难实在无法度行入座的余地啦。哦，佛陀跟阿难尊者讲啊。你讲你的目睭呢？你的心呢？正伏伫目睭内底啊！就亲像讲这目睭呢，伫这琉璃呢，一目镜呢，盖住呢，心灵当然能看到外口的三河大地啊！但是为什么呢？不能看到你家己的目睭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想这个问题无啊？晓得呢？如果心伫咱目睭内底，伊能看到外口三无大地，这是无会讲的啊。那么为安怎无法度看到你家己目睭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见了人事物外口景色，但是你将来可能唔捌看过家己目睭哦。当然用这镜来照是无会讲的啊。可见啊，你的心伫你的目睭内底，如果不能看到呢？你家己目睭，这大有问题啦。所以佛陀讲啊，讲如果心能看到目睭呢，那么你的目睭就等于所看到的外口之境呢，就不能成为能见的目睭，而随着心灵分别来啦。有够水的。伊讲啊，如果心呢不能看到目睭位置，那么为什么呢？说出了你能了知的心呢？正伏伫个目睭内底啊！好亲像讲这琉璃的目镜呢，合眼一样啊！相片都唔对啊！因此的原因呢？你要明白啦！你所说能了知的心，是正伏伫个目睭内底，好亲像琉璃目镜呢？合在两眼呢，这款的岁数是完全不符合的这事实。佛陀甲阿难尊者呢破个理理理啦，因讲个呢，目睭正恶的，这个心正恶的目睭内底，这款的岁数是完全错误的啦。真伟大呀、啊！好，佫看好。若能看到三河大地时，也能看到自己的目睭的时阵就已经成为绝对之物了，变成了一方面能见，一方面是所见，
如此一来呢，拄啊参加拄啊所做诶目睭呢，虽见外不时，心灵也随即呢会分别感觉作用有相违之处啊。诶，你最有清楚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安尼讲法啦、啊、是完全呢是错误诶。难怪阿难尊者伊无明心见性诶，哦，伊便讲心是倒位，佛陀就甲扫掉，哦，甲否定掉。原因呢，无一定讲阿难尊者安讲是毋对呢。别人讲是也毋是，讲非也毋是啊。那么你按五人讲非就是非，是就是。那么因为问题你毋知伊真相啊。唔知道真相的人是听人讲的，家己并无证哦。安尼讲出物件，佛陀伊法是圆通的，我都破掉伊一方面的执着。所以大家咱咧讲话拢两极化，讲善就无讲恶，讲恶就无讲善。哦，然后各执一方为正呢，难怪呢无圆满呐。所以天下间的事物呢，拢正反两面呐。是立体性的全方位的，咱不能以偏概全呐、啊。心一个啊，执着伫身躯内底，一个执着伫身躯外口，佮执着心伫咱目睭内底，乌白执着呢呐。佮倒在一个破，一个破呢，破到最后，像我讲的，集中生智啊，阿难尊者最后有明心见性去呗。所以咱讲话啊。咱下苦的可贵呢，是倒位？爱明心见性。你若无明心见性呢，无采学佛学干的多年，也搁停顿伫个消灾解厄的阶段，这是非常可悲代志啊！所以呢，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讲一句话真庄严。伊讲啊，伊讲啊。学佛的人不识本心嘛、啊，哦，学法无益。哦，意思讲，你修道人若无明心见性呢，向人三宗十二部教典学到遐认知，八万四千文呢，你拢能了解，佮滔滔不绝，佮记掉呢，安尼呢，含你生死了无通用，毫无关系哩。所以呢，讲学佛之人。不识我本性呢，学佛无哦，学法无益。这意思在这所在。真修道人，伊首要的任务呢，爱做工作就是如何建成呢？哦，哎，安尼咱放心啦。因为你我大家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啊，佛性人人具足啊。既然具足这佛性呢，咱就有机会，就有希望来明心见性。那么，来建成了后，你就堪称就是圣人啦。所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无来人间，都无会讲啦。啊，来人间呢，往往拢会教你如何建成。建，所以现在运用一个开悟的圣经呢，伊讲了几句法语，来注意看哦。开悟圣经云：世诸好者。决定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若依自心佛性具足，即性外岂有法而可求也？十方顿察如来随机度众，无非欲令众生清净亲见出一心，有无啊？对啊，所以人家咧讲啊。唔是讲凊彩讲讲的，家己欢喜安怎讲就安怎讲，是有因经因论有根据哦。那么开悟圣经甲你讲啊，佮讲你无爱世诸好辩吧，你无爱转大法轮辩吧，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开悟圣经方法者呢？伊若世诸好要恭敬的时，拢决定讲一个问题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哦，虽然无放白记呢，咱是毋是佛祖伫经典讲啊？释迦牟尼开悟证果伫菩提树下头一句开口讲啥？用大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！
既然人人具有性，人人合乎修行见性，就有法度成佛的机会。所以讲啊，讲世诸法界决定说一切众生呢，人人拢有性。哦，啊，如果呢，那能知讲咱的自心的佛性是具足的，不是无中生有的，是多生累劫无数以来都是佛性的，不是人创造的。哦，叫做无始无终，哦，人人具有性。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既然你我大家有这佛性呢，哪里会当离开咱这本性以外求一切法呢？哦，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啊，因为法者就是心，心灵生万法，万法不离心啊。那你当离开你的佛性，搁向外追求外在一切法，要安顿自己呢？哎，错误。所以讲佛道，佛道就回光返照，照见本性。如果你啊离开你本性，向外追求外在一切法，这跟外道求法无什么两样。所以呢，开悟圣经讲啊，讲十方诸微尘遐尼济世界。遐尼济诸佛呢，那么伊卖随机度化众生变化呢？那么一旦啊开口转大法轮，无非就是要令众生呢亲近、亲近自己有一粒心，这粒心就是你的佛性。哦，讲了非常的漂亮啊！所以呢，咱来佛的弟子啊，感觉真光荣，也感觉非常尊严。无非就是怎样，人人学佛，人人会当成佛。所以佛教跟这外道有最大区别。像基督教、天主教来讲，伊叫一心论、创造论呐。你若往生甲上帝天堂，耶和华伊甸园呢？那么伫迄所在，你永远无可能做上帝啦。哦，你家咧上帝伊甸园。上帝是作为伊个主民、伊个百姓、哦、伊奴仆共款。你若是有意图想要做上帝，会冲落上帝，上帝生气无欢喜，甲你呢拍出这伊甸园呢，打入炼狱啊！所以亚当夏娃当初就无听上帝话呢，偷食禁果呢，因此呢，和这个上帝甲变出伊甸园出来。所以呢，那么。要读完一部圣经，爱徛伫主奴的关系。上帝永远是主人，你永远就是奴婢仆人的呢。这是读完一部圣经，伊微言大义，伊所说的道理就是呢。所以学佛的可贵啊，就在这所在。佛不是特权，哦，佛是人人会当成的，哦，佛祖我都讲哦。出离三界，开悟正果成佛，咱嘛是当开悟正果来成佛啦。那么你要开悟正果成佛，只要你按照佛祖方法来修持，哎，你我大家人人拢总会当成佛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以称呼叫做平等宗教，人人会当成佛的宗教。哎，佛祖跟这个众生的关系，就如同师生的关系同款。比如这老师呢，哦，这老师，伊唔是权威的，唔是申请专利的。那么老师伊先过的条件就是呐，伊乃经过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还是博士啊。那么伊学分一摕了了后，伊嘛有资格做老师呢。哦，老师只要你条件有够遐，人人拢当做。叫做平等的，哦，啊，做学生啊呢，伊是暂时性的，哦，是今后的问题尔，哦，老师较早嘛是真正做学生啊做起的，学教呢，伊该学拢会向啊，哎，怎我都教导一切众生啊，教导一切学子啊，同款的理由，哦，那么老师是为学生啊做起的，哦，学生啊学教，经过这个阶段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，
安尼呢，这个学生囡仔摕着学分以后，同款嘛会当做老师啊。众生跟佛做关系，也如同这殊胜的关系。哦，那么你即马做众生，就亲像做学生囡仔同款。你做佛做，就是做老师同款。哦，那么众生想要成佛，安尼爱按照佛做方法。好，为者这初级班呢？中级班的、高级班的研究所，啊，大家究竟圆满绝学的时阵，你同款也成佛咯。所以佛唔是讲是尊尔，你经典讲啊，有过去无量诸佛啊，现在无量诸佛啊，咱阿未成佛叫做未来佛。哦，你我大家以后学佛，成就福慧圆满，明心见性。正成无生法忍的时阵，你我大家拢总会当成佛，所以佛是人人会当成的，哦，是平等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咱讲到这来，咱暗暗啊欢喜啦。做佛的弟子感觉真尊荣啊，真光荣的代志，唔比讲其他的宗教呢，哦，你去到上帝面头前，永远就是仆人，伊主人，无可能做上帝。哦，所以这款愚民的政策啊，在欧美的国家较先进、有心学道人诶，渐渐会甲放弃，当作是天方夜谭啦。哦，所以咱先会咱下苦修行啊，感觉非常福报啊。那么在要结束以前，咱个开悟圣经的话，搁念一遍哦，看好。开悟圣经云：施诸好者。决定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若知自心佛性具足，即现外起有法而可求也。十方遍察如来，随机度众，无非欲令众生亲近亲近出心。有关要注意啊，亲近咱出心。初一心是咱清净光明的发心，也就是咱佛性。哦，所以咱要讲话啊，清净哦，哦，清净哦。所以咱日本就要讲话啊。既然讲清净、清净的位置啊，就是呢，咱成佛要做主，完全你要靠你家己。哦，个人食饭，个人吧。我食饭，你未饱；你食饭，你阿姐阿娘兄弟姊妹朋友未饱。哦，所以佛教是讲什么道理？众生自性自度，佛不能度啦。这个问题不能如来建立。佛祖无法度代替你修行，但是佛祖会当讲出如何成佛的方法甲理论，开一条路互你行。至于你要行唔行呢？这看佛祖无地带。所以一味一直求助消灾解疫，这款拢无符合佛教的本质甲内容，哦，是佛门中外道啊。所以佛教是讲自性自度，家己的本性叫做自性啊，家己的本性家己的道团，家己亲自的见，亲自的证悟，安尼才是佛教所讲的道理。哦，你怎么讲？讲无非欲令众生的亲近、亲近出心呢？哦，我正讲一句话啦。啊，如果呢，佛祖能度化一切众生，哦，能代替众生来修行，来得度一下，安尼过去无量诸佛一个佛祖度一个众生，早就应该度尽咯。那么为何如今众生个无量无边个度无尽呢？爱了解，众生自性自度，佛不能度。哦，无真简单啊。一个佛祖度一个众生道啊，即卖人去高对下，一个度一个道啊，啊无量诸佛度无量的众生，一个度一个早就全部度完咯。哪里今仔众生，搁伫三界内底、六道内底默默受，搁伫团团转舍不出呢？问题来啊，众生自性自度啊，佛不能度啊，你唔爱食饭要枵死。阿爹阿娘，安尼款都无效。所以你未枵死，有伊个条件，你会跟伊食饭。
哦，爸爸妈妈食饭，我就代替你吧。哦，今日咱修道也同款，修福修慧，你家己来做，爸爸妈妈代替你做，是爸爸妈妈的福报，含你无自在。哎，啊，你今日唔读书，阿爹阿娘我就代替读书。你唔用功拍拼做事业，一面呢拢困求别人，这无了事。哦，富贵无到来，你今日赶快旅游去修行，修行要智慧，要研究教典，都听佛法，都思维佛法。不然的话，就智慧得不着。福报你要布施，要做功德，看别人都结善缘，安尼福报才会来。福报唔是求来。哦，你一切在意，拢总完全你自己呢。都先累积所做恶业，所以今仔日呢，你恶果自然现前，你求佛做无效，讲消灾解厄求福报呢，这完全是佛门中的外道啊，何必当初呢？你过去若无做恶业的位置啊，哪来今日受这恶果报啊？凡事为前因后果啊，我常讲一句话足水的，何必当初啊？所以讲何必当初懂哦？你多想累积以前，何必做迄个歹代志呢？既然做了歹代志，当然有这恶的果报啊，因果是平等的啊。所以求做来拿杂，求做来斗动，叫做消灾啊，这是无道理的。违背因果之论，违背这业力之论呢？你若讲会当消灾解厄求福报呢，这完全跟佛法唱反调。哦，佛祖在边啊，唔知要哭还要笑呢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：，咱有法当认为个排解解决万万尽量个做好，那无法多时阵啊，是可能个造孽啦。无你是安怎？何必当初做恶业啊？遐做无种种个果报，当然爱欢喜收啊。叫做随缘消故业，静默做信仰啊。哪里你个佛祖请出来？甲菩萨请出来，讲叫你消灾解厄，安着分明着，亲像讲叫一个角头兄弟，爱乌刀兄弟呢，爱叫大哥大呢，来甲你做保镖共款呢。人来讨笑是理所当然，哪里你欠人五万块，人要讨五万块时阵呢，你叫乌刀的，叫呢那是白刀的，爱叫一拳来甲你拿砸，也着叫佛菩萨甲你消灾。所当你无业障现前，这完全呢，我前后可是妖受骨的，家父教的道理呢，正面无提倡，完全靠你涂骹去站去立呢。哦，你请佛祖，佛祖如果甲你保庇呢，我讲这佛祖也是恶道。如果请菩萨呢，给你斗哪吒，我讲这菩萨也是角头兄弟，也是一拳。哦，因这无符合佛教道理啊。佛祖甲你讲啊，你今仔若无共欠五万块呢，人未完成借住未来甲你讨啦。包括感情债、性命债、金钱债、名利债、力量个债，都拢总债是中清啦，看是啥物债呢？既然共欠个债，哦，做迄个恶因，当然这债务啊，对方来甲你讨，哦，这是理所当然个呀。那你伫遐？摕一寡钱就要消灾解厄，那迄就正好讲啊咧。我当社会上赚较侪钱诶，用钱当解决，哎，一百万、两百万甲消灾解厄，可是这种完全无效果啊。那有效果，也是一款巧合。顺上讲起来，完全无符合佛教因果之论呢，无符合业力之论，看佛祖千万条，佛祖在边呢，头就正摇啊，摇到咁大气，唔知哭还要笑呢。所以你佛教讲是讲啥？消灾解是无效的。有人讲，啊，你出家人佫讲呢？我是如实说，吼、哦，如果提倡即款的观念的人呢，啊，是即出家人方便之说。方便是暂时，如果一味呢，你一直停顿伫迄阶段，是教无甲讲落去，了解道理无讲落去，圆满道理无甲讲落去。安尼，何止人永远停顿伫迄所在，原地站脚步，安尼害死迄个人。所以消灾解厄啊，本来就佛门中外道啊。你躲迄个
下级的、低级的，吼、哦，迄款有消灾解的思想观念的人，迄道道了平的平的迄款人会使。啊，中上以上的，有即款境界、有即地位人的，就渐渐拢听袂落咯。所以钱来当解决，哦，消灾解会当解决的，天下间就无发生种种的业报问题啦。所以咱做正信的或者地主，莫永远停顿伫消灾解，动不动就龙王宝忏，动不动就水陆发挥，消灾解厄呢？这完全是佛门种外道，看佛教无关系。哦，正信的或者地主，佛祖是讲得清楚啊，众生自性自度啊，佛不能度啊。哦，那么每一个业种是个人所做的业因。既然家己做业因呢，哪里能独自悠悠无欢喜心来行这个故事呢？我嘛咧，那你讲我就讲一句较无听咧啊！哦，就我来下苦修行，欠钱唔免还；我来下苦修行，欠钱唔免还钱。讲天下无许代志，我抬五刀，我唔免受法律制裁。哎，好人这因果去啊！哦，这好人这业力去啊，好人这公平性的啊，好人这道德观念去啊，好人这个内容起码因果问题去啊，所以这个分明就门中外道啊。所以日本呢出家一直到今嘛25多冬啊，出家20多冬的当中，我将来都唔系去观经忏，哦，做一个经忏鬼啊。要拜龙王宝忏啦，水陆发挥啦，消灾解厄发挥。我知影，佛祖讲话咱就听落去，莫是教道理听无落去，听一个宽较方便的。哦，安尼就害死家己，佮误导众生。所以拼性命，一直讲这个道理，好教一股清流依然流传在世间，互伊绵延不间断。但是嘛，一个不孝的一个富的弟子呢？无尽的提倡龙王宝忏水陆法会，提倡消灾解厄，给济济人无了解佛理的人，或一寡拄仔要入佛门的人，和有善根人投资了唔对去，听了唔对去，带了唔对去，我千古真要受棍。哦，所以咧修道人啊，真正有真济伫外口观望的人，还未入去三宝内底，咧看咧看咧看，哎呦，啊有搞到。出家人拢做导师人的工课呢，哎，也无去修行，我穿个大红蓑衣呢，伫街头巷尾呢，哦，伫串流呢，专门导师人的，安尼外口人误以为佛教是导师人，你会害死佛教啊！佛祖甲你讲啊，在佛陀时代根本就无龙王宝忏水陆法会啊，无去观经忏的啊，叫你在生在修行。修开悟证，搁有明心见性啊！佛祖当时教你观经忏呢，那是以后佛的弟子啊，教你骗的气啦！哦，这唔好骗别人咯，你莫害足济有心要害佛的人哦，结果头一家波甲传唔着去，这因果啊，200%奉法者爱负责任，提倡经忏人负责任，莫怪呢。啊，一个教授啊，杨正和呢，这个老技师啊，真伟大。用经忏就是佛教致命伤，100%正确。哦，和外口人真济人啊，佛教所表现所做出来，拢总是导死人诶。哦，这是完全否认佛教根本的教义啊。所以常讲一句话，佛教是众生宗教。唔是重视的宗教，在生那无修行啊，死了后才叫出家人超度呢，这完全是啊外道啊！哦，这明明咧害死佛教啊！所以佛陀时代你也看哦，卖修道便罢，卖出家便罢，哎，无一礼拜就开悟证果啊！哦，哎，一年两年，哎，几年了，高果证、初果证、二果证、三果、四果都按。咱是正个菩萨的各位，伊无甲你讲观经忏做佛事的，这佛教遐尼尊严、遐尼尊贵、公营庄严代志，哦，正面无提倡，提倡一寡呢自愿的，哦，佮写本呢足木啊，
完全本末倒置去啊！这无怪佛教啊，即个目前表面个看真兴啊，处处都佛法，但是处处都不未必然是佛法呢。所以，咱佛教爱即摆觉醒时阵，不然啊，虽然遐尼兴呢，哎，但是真正正信佛法即体上诶，寥寥无几啊。所以呢，我特别讲话啊，佛法是建立伫个自救诶立场讲话，自救。家己救家己，家己自性自度，哦，悔不能度，一切因果家己做，家己爱担，哦，是款自觉自救的宗教，是一款教育，教你如何开悟正果理论，唔是教你只消灾解厄，即完全跟佛教呢无关系。在佛陀时代，原始佛教根本都无这套的呀，我称呼叫害死人，引导别人的思想观念。加入多亡的宗教，多死人的宗教呢？我会当讲，跟佛教完全无关系。所以呢，我运用这开悟圣经第三次搁提起来讲，看哦，开悟圣经云：世诸好者，决定说一切众生啊，皆有佛性，若彼自心佛性具足，即性外起有法。而可求也，是方定察如来随机度众，无非欲令众生呢亲近亲近处一心嘛、啊。诸位乖啊吼，到最后修行就是由你家己啊自性自度，亲自见我自性，亲自见了佛性。那安尼呢，你走个天边海角十方世界，永远。你看佛陀的教法拍成一片，同一片空出气同款的呢？你就清楚哦，这才是佛法啊！好，我听好，本来一切法当下就无我的啊，在一切处都无染中的，而当下在我的自性解脱可言哦。我运用一个开悟祖师，会讲话咯，无著无所依。无累心即灭，本性如虚空，是名无上道啊！哦，有人讲修道是要怎修啦？我都无解困难咧，无著无所依咧。咱人的心像树连果呢，哦，念着纸，纸就伫遐揉袂起来；念着这壁纸呢，树连果就只正背咧；念着你衫裤就只正。真有啊，处处恶被染就对了，哦，处处呢染着，处处就生死。我一要靠东，一要靠西，要靠阿娘、靠安西、靠太太、靠后生祖囝、靠我这事业，哇，唔知世间是无常啊！哦，像我正讲的啊，靠山啊山崩，靠海水海水渣，哦，十方世界靠了了呢，无一个所在可靠的，你了解啊？无住无不住啊，无不住而住啊，那是安住些不可思议境界内底。有人讲，有所住就有所生灭，出天下间找无一样物件是永恒不变的，万法万事万境，拢做因缘所生。既然因缘所生，对一样物件是永恒不变的呢，无一样物件是永恒不变的。虽然修道人唔忙贪着一切境界。唔忙呢，依靠是无一境界，因为一切境界拢总是无常、生生灭灭的。但若你心哎无住一切相啊，无被一切所拖累啊，哦，你心就寂静咯。寂静的心如同虚空同款，是名无常道啊。所以记得也一句话尔，唔忙接触一切境界，唔忙依靠是无一境界。心无被一切人事物、一切境界所累的时阵，你坦然光明的本性呢，伊是寂静的，当下就现前啊，犹如虚空啊。虚空尘埃也念未掉，火也个烧未歹，甲骂、甲吵、甲叫、甲酸、甲恶了、甲赞叹呢，虚空如如不动，本性如虚空，是名无上道啦。你对我有清楚吼？哦，太水了！
来念一遍哦，看好无？开悟祖师云：无着无所依，无累心执别，本性如虚空，是名无上道。好，要结束以前啊，咱日本呢，搁运用着开悟祖师呢，伊讲话啊，伊用心啦，无执着一切万境为家呢，当下你法王就现前，就是你佛性现前意思啦。来看好哦。开悟祖师云：不自别，不自我，不自体，不自用，而生其心，即是一切处而现一心。若自善，生心即善现；若自恶，生心即恶现。本心即本末，若无所住，十方世界唯是一心啊。诸位，安尼看有清楚吼？好，太庄严哩！听无？咱拢住伫迷当中，哦，迷是人生观、宇宙观，迷是生从何来、死往何去，对人生生死的问题完全不知啊！哦，啊，今下去修行了后，你无安住伫迷当中啊，不住迷啊，甲你恭喜咯！哎，啊，再去慢慢住伫悟当中呢？哦，悟，你个住伫啊，哎，你叫做比法白条的，哦，所以你啊住伫悟当中，从自然见到清净的本性呢，你个头上安头，静上安静呢，搁在静上，悟就无代志啊。卖讲悟搁在留，搁在记伫心内呢，哎，住伫悟境的当中呢。有完个比这我一上白掉的，叫做我上，叫做不自我啊，不自体，体就见了你清净的本性。从阿罗汉一见了涅槃了后，出离三界，伊永远守伫涅槃的不生灭的当中。安尼呢，就是二圣人啊。所以讲，见我涅槃，爱离开涅槃，伫现象界度众生才对啊。啊，既然正涅槃、住涅槃呢，即跟二圣人住了凡无甚两样。啊，不自用，从我讲经说法来讲啊，即是一款的作用，咱唔好贪染这款作用，贪染是喺妙用当中变成不妙啦。好、哦，因为呢，用也是来自于体，由体起用啊。因此呢，你住体住用呢，即完全是两极化。错误一环呢，在这经营之下，是生其心啊，也就是讲呢，在任何作用当中显出你真如的本性，又果无贪着一切你的真如的本性的作用，安尼修道就无唔对啊。哦，无安尼有食，哎，你啊起一个善念，你安住呢，你就善心变成善心善境啊。你甚至恶念，甲安住伫恶念的当中，就变成恶境、恶念去啊！哦，你若无自善、无自恶、无自体、无自用、无自灭、无自我呢？当下你的心就温不落，就像虚空的呢，无一切相共款啊！变善心到心上，看是善相还是恶相？哦，所以你完全无善一切心，心如虚空为假呢？那么十方世界唯是一心啊，哎，你注意有清楚无啊？这非常要紧咯。所以呢，咱清净一心要显得出来，善恶境界拢总卖生，咱光明的法性也在咱的佛性呢，哦，就当下显露出来，不结毫端，啪，光明的本性显露咯，已经显出来啊。所以结束以前，咱如本要念一遍哦，来看好。开悟祖师云：不自别，不自我，不自体，不自用，而生其心，即是一切处而现一心。若自善，生心即善现；若自恶，生心即恶现。本心即本末，若无所住呢？十方世界
为是一心啦、啊，有庄严无啊？有尊严无啊？所以看清楚无啊？哦，你按照这方法来修啊，要开悟见果，不久咯。哇，讲到这来，时间应该咯，就讲的等个精彩当中，时间无允准，会见啊。那明仔在楞严经第十八天，同时间再会。